呀呀呀！你怎么扒在那里睡觉呀？哎呀！哎呀呀！你是要改行了吗？改行去开门了。你是想做一只看家鹅吗？啊，呀呀呀！把你那个鹅毛被子调过来了，垫的那个都暖和。哇，警惕性果然很高啊！我一靠近，马上就站起来了呀。没事没事，你睡你睡。以后出去不用锁门了，晚上睡觉也不用关门了，称霸看家，绝对安全。对吧，丫丫？丫丫，你睡在这里冷不冷呀？丫丫呀，你睡在这里冷吗？啊，丫丫呀，自己的羽毛小被子多暖和，那你不是要睡在这个硬硬的地板上？看我干啥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是傻鹅吗？哎呀，还发火了，看来还是说不得呀。干啥干啥？干啥干啥？你要咬我吗？